我是毛德华，我在浙江，我在金华，我在金华的市中心，准备啊给你们拍下这边市中心大概什么情况。走，这里啊是金华的江南，好像是这么叫的。江的北边呀是金华的古城五子城，过了江呀就是江南了。给你们拍这边江南的城市建设大概是什么情况。今天这个能见度不是很好，不是看得很清楚，但是这个高楼大厦呀还是能看得到的，还是非常厉害的地方，全是高楼大厦。我先简单给你们拍一下，一会儿呀放大一下给你们看下细节。走，现在已经是放大三倍了，这里还有很多空地是在建设中的，建完了呀这边也全是跟这个江北一样的高楼大厦，非常厉害，建设呀还是没得说。这个路也是非常宽，一般地方呀是没有这么多整齐的高楼大厦的。金华还是非常厉害的，厉害了金华。